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陈博勋，好久没有来开欧卡啦。那这一次呢，是我们单的线上，不是线上啊，是单机送货的第17集。那因为是延续第16集线上送货第16集嘛，那这一集就是延续我们的第十，就是直接延续下去，就是第17集啦。那之后的送货呢，就是直接以单机为主了。那之后呢，就不会有线上的送货喽。那期待下一集的单机送货的话，记得在影片下方点个喜欢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然后也可以留言哦。那我们的影片呢就正式开始喽。那我们这一次呢是送货的是通风管，然后装卡瑟尔，然后工作收入有点多。好啦，那我们就是送上卡瑟尔，然后通风管，然后四公吨。那我们开的车是初音未来，有如你们所见的初音未来。那我们就正式开始我们的送货任务吧。我们一定会听到是日文，所以是日文的，因为我把那个导航调日文的。左看看，右看看，没车，不切。好，只要你们看影片会卡的话，就是敬请见谅了。不是我不想停，是我应该刹不干刹不住。有要减速我知道，但是我干真是来不及。刹！哦，谢谢谢谢，ありがとうありがとう，谢谢谢谢。右方向です。右转。右方向です。不知道多久没开欧卡了。那我这一次就没装工作灯了，因为让初音未来好看一点嘛。每年会看到有一些怎么会有台湾或者是其他厂家的，没业配，这是真的，这是模组 ，mod。就是我装这些模组自己爽的啦，大部分都是自己爽。
然后给工作爽一些。哇哇哇哇哇哇哇 ！Oh my god！NG， 等一下，那不会剪掉，快剪掉！我那老怕会崩诶，我会怕会崩，会崩掉诶。因为我大部，因为我现在没办法用 OBS 录制，所以我都是使用手机来录制的。所以你们看到的画面就是会什么？哎，怎么切入去？怎么是有其他的画面？那都是使用手机录制的。那未来你们看到我就是有可能直播的话，然后怎么会？哎，有没有手机画界面？哦，那是因为我用手机直播录影录制的那些东西。我发现你们留言都是留差不多同样的问题，就是问我有没有女友，问我有没有女友，哎呀，问到烂掉了。啊！走错路了，走错路，走错路了。走路，走错路。啊，走错路了，没关系。走错路了。啊，走错路了，没关系。增加变长。
踢靠腰。ロータリー一番目の出口です。デプテクシです。我到了我另外一个车库了。ロータリー2番目の出口です。第二个出口。好，我再上去，再下去，上去。导航都不导清楚的。因为卡车有一些部分，一些一般的刹车都刹不住，都需要增加有一点油压减速，这样才不要比较可以，就是比较快速达到减速效果。不要说我没有摆头，我自己人有摆头，我游戏里面不用摆。
右車線です。その後、右の出口です。右の出口です。左車線です。その後、そのまま直進です。直進です。直進です。刹车失控了，哎呀，不要再磨了，不要再磨了，钣金该磨坏掉了。要多远？现在可以到烈日。送减速，送减速。夜以继日啊。左車線です。その後、そのまま直進です。直進です。不切不切，前面又是交流道了。
左車線です。その後、そのまま直進です。直進です。我可能帮一年，就是不会直接让你到对象，不然不会让你开到对象。他只会把你缩成，那什么一线到半，就是变成什么三线到半，这竟然是那个四线到了嘛？就那么两线嘛，这边一线然后半，这边一线到半，三线到半。我们这里就会变二分之一，不是不应该不是吧？应该不算是二分之一。塞车就是因为这样的关系呀、啊，就是因为自己呀、啊。不要说因为什么算塞车，塞车塞那么久。我进到休息站看一下还要多远。啊，还有这么远啊！我直接看地图了啦。啊，经过几个城市啊？科隆，呵呵，那这样走哎、欸，能走上去呢？能走下来呢？呵呵，还有到这里耶！ Yeah! 谢谢，继续开开开。快录到30分钟了啦！被扭的喂，靠腰无被扭，我硬闯，我硬闯，不要过来！我这是特级剑，把还滚上来。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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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啊，我在哪里？我是谁？我在哪里？
车祸，车祸，哈哈！滚！不要挡我财路，你擦屁股。过了，哎，警察叔叔你好，警察叔叔你好，没事没事，警察叔叔没事，你好，拦你的车，没事没事没事，没什么事没什么事，然后这是传说中的疲劳驾驶。传说中的疲劳驾驶，唔汤唔汤唔汤，哥哥唔汤，太多效果了，效果太多了。看我这速度可结束了，这太久了，效果都太多了。我还记得这个地方被五龙五十，这些地方就是我被五龙五十的地方嘛。哎呦喂！该死的花叶还有变五龙五十，哈哈。那讲到 Fist 人的话，我应该是语音的谈，就是类似杂谈那种，语音杂谈，然后我开车。每天会讲说是主要 Fist 人吗？你们没有骑，没有人，没有车，没有其他朋友的车，是因为我在单机，所以不开线上。因为我一直撞，是因为我太久没开欧卡，所以抱歉啦，すみません。那台规有一项都是，如有三宝状况，请敬请见谅啊。我闪！我闪！我傻啊啊啊啊！我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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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哔 ，FG2 啦，哦 ，BB， 就不知道这样会不会变很怪啊？新しいルートを検索します。哇 ，BB。啊！我有31.2啦，31分钟了，三小时了，30分钟不算小时啊，30分钟了。噔噔噔！新しいルートを検索しています。科隆，我家车在哪里？等一下，等一下 ，NG 哎、欸，哦，有了，有，哎呀，有变快吗？感觉没变快啊。
方向です。左方向です。我重复一下，哪怕有女鬼爬进来。我直接一刀未剪不剪掉了，画面不剪了。来，有个车祸。你靠腰嘞，老崩啊，崩起啊，啊崩落来啊，那安尼，安那会崩落来。右の出口です。右方向です。右方向です。
抱歉，司机晃神了，我晃神了，抱歉。下一集应该就是送货的话，应该就是直接无货，然后直接开公车，然后还就是开到哪里就开到哪里就好了，不要太长，片长别太长就好。开一台公车，我要到个定点，就代表就是送货到达。哦，台皮，哦，看到台皮了，是不是刹车啦？靠腰哦，你 NPC 的车祸，你是个 NPC 车祸哎，好帅哦！自创车祸哎。左方向的。多久没来开欧卡？最近居然有看到 NPC 车祸了。啊，好累哦！快到，快到了。不要闪你们大灯了，怕你们闪我灯啊、欸！啊，开大灯啊，那么暗。终于快到了。啊！怎么被超车了？被超车了耶！哈哈哈哈哈！NPC超车成功。想超车啊！想超车啊！啊！想超车啊！门儿都没有啊！门儿都没有，门儿都没有。哈哈，屁孩模式开启，想招车，对方有车啦，拜拜，すいません。
转送货啊，转投胎啊。我转投胎啊。Bye, good time. 其实单机还可以剪出精华的，像刚刚那样。眼睛要放远一点，要放远点看。是11公里了啦，30多公里了，快到了，这代表快到了。长途跋涉，司机都没下来尿尿的。欧卡线上的话，要等到我 OK 回去网咖的时候再录，再用直播的时候录，用直播的方式录。我到了卡塞尔啦。头子较紧诶，この先右方向です。右方向です。右方向です。耶、yeah, ，红灯！左方向です。お疲れ様でした。直接帮我停吧。好啦，那这的影片呢就到这里结束了。今天扣太多了吧。好啦，影片就到这里结束啦，喜欢的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加开启小铃铛。那想要继续看我继续玩到下一集第18集，就是开公车的部分哇！影片下方留言，记得还有按个赞、订阅下去，然后就分享给你的好朋友。那我们的话是10000订阅会抽东西出来，那记得订阅哦。那我们在下一次的欧洲卡车模拟2的送货见喽，大家拜拜。